好，我们就这样跟包围好了。在清迈古城门，这里有鸽子喂养体验。这里一包饲料20元泰铢，有一些自称要帮你拍照的当地人，你要注意，拍完照片或者录影之后，他有几率来跟你索取费用，很像是那种国外帮你擦鞋，擦完就要你给他钱的情况。所以在清迈古城门这边的鸽子活动，如果你在乎这个部分，就要特别留意，能接受莫名多付100元，才不会引发不必要的纠纷。